很活泼，很轻快。对，这次的舞蹈比较就是大溪地的感觉，跟那个夏威夷的感觉都有。可是他的音乐就是比较现代一点，对。嗯，所以这样喜欢。喜欢。所以相对在最近过的生活发表来讲，会不会有一个很惊人的表现？会，一定会，我们会拿奖的，继续拿奖，耶、yeah! ！